三子宫。哎，这算几宫？对，刚改的。我那个刚改了，哇，这个真的觉得不改的话，地传地址根本没办法谈，对，根本就没。其他那个要改过来更麻烦，早知道应该从第一首开始。以后就总而方法。什么？三子宫，真的对，没办法，五子管不来，只能三子。感谢，没关系。我们的心与你同在，感谢。大声点，最大声，最大声，最大声，听不见了。越大声错误越大，错误越大。我就感谢主，哎呀，谢谢，好了，太赶我了。那个这个音，对对对，八度突破，左手已经有不止八度了嘞，左手八度，对对对对，已经很好了。哦，一个礼拜练出来的，还是紧张呐，不紧张更好。下一首是九十五，又要再慢一点。嗯，哦，我脑筋在想，那个是361、357，现在这原来是这里。我说奇怪，好像不太一样，有点乱。I see, I
不是他绑的，不是他绑的，就这样。但是不用他绑，我就不借了。对。哎呦我的天啊！再踏板了，就忙不过来了。对呀、啊。我
心，能够记得就对，不错了，你就不错了，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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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一个礼拜进步。七十五页是吗？我没有对。
但没有把最后一句再加一句那种。好，我们是不是说有没有再把最后一句再唱一次？我们就是说，但是他们都已经紧张到这样了，你还要再加要求吗？再加有副歌再唱。三六一再回去三，三五一再回去三，六级哦，三五一了，可以回空。好，下一位，下一位，来班长来，来太紧张了，不会吗？怎么会？我先唱那个第八十五页，以后《天赋世界》你们怎么唱啊？糟糕，我是天赋世界的动物的主人。那你就哼吧。哎，这里有啊，有啊，有天赋世界吗？有，后面有。啊，九十九页啊，太好了。歌词可能不是最对。啊，歌词可能。啊，那没关系。对，差不多就行。歌词没关系，原始歌。对，他伴奏，他伴奏，我们就九十九页。对，对。我们要先唱这一首吗？先唱天赋世界吧。九十九页。这琴怎么就不一样了？把你的放上去。紧张，紧张。
85页。就是那个附加页，98首。哦，你没有贴上去。哦，是九十。哦，对，我老是八十。耶稣恩典。对，是九十。它是85页上。第85页。漏掉就贴上去。高过我的思念。
承受你山水动摇，地水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离开了我的耳，我的眼，唱的真是非常的投入，挺好的，所以我要好好练练这首。哎，你刚才那首下一次团契你也就好，再好好练，练到不慌为止。你跟润姐妹两个都可以在两个不同团契的。对呀。啊。让文雷来一个嘛，两个英文团契。对，也是没有前奏，也没有副歌啊，它两边。诗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你赞美。
哇，感谢主，我们这班长子出了一些事情手啊！哎呀，太高兴了！我们没有白照相，你们真的毕业。好，下一位就没有出过错呀，没出过错，错了，不过就是因为大家唱的听过了，对，是吗？他听得出来，我一个都找不着了。我说一个，就对着台提提醒。后来他就在那里说，我就好点了，我就找回来了。弟弟，听不出来，有个 C， 有个到 F 了。F 来了，你还在弹？我还在弹 C 呢。是吧？我就觉得为什么在大家面前永远就不会弹一遍不对的哈？我在家里也不容易。私下就可以。我在家里也不容易变。也是不容易，但是可以。好像但是在大家面前就是紧张嘛，还是紧张，还是紧张。做以后就是没事了。没到完全放松嘛，没看我们肌肉都已经僵硬了，弹第三段就弹不下去了。对，需要死里复活的细胞。哪一位吗？没了吗？有有有有，啊什么？哈敏妮 ，Helen， 没事，以后来我们教会接着再谈谈。对，我们不是下次要碰面吗？啊，约着哪天啊？聚哪个聚会的时候，每人至少一首。但是。你们还有私底下约会还没呢？没有，不是说 Silent Night 吗？是啊 ，Silent Night。Silent Night，Silent Night。哇，那何年何月那么久？猴年马月。猴年马月，不能明年复活节办的。然后第四期来一首，第五期什么来一首，对吧？把亲所有架在九九前面。是啊，对，九九前，九九前的。对，我们约好一天，大家列一条啊，赶快去发传单的时候，大家把钱。你十个键盘就是一个广告了，十个键盘摆在那里干嘛？好吧，你还真敢想。Big dream， big god， 先从小做起哈。先那个哪天圣诞节我们那个。就弹你那两条，好，可以。那我最省事了。对啊。呀，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就是不要，千万不要停了。就上了这堂课以后，最怕就是你就不弹了。说的太对了。哎呀，我就那个家里一铺木地板。那一个星期就没弹了，后来又再收拾了一个礼拜，我发现一停下来那个细胞，因为其他还是不容易嘛，对啊，就不容易拿起来了。后来就真的是又退了，哦，这一次那个又复习就，其实因为还是说，哎，会了这些方法，嗯，还是要多练。对，练。他们有人说要一口气，就是好像不停的，对对对对，会比较好像容易进步的快，没错。所以我说那个可能上次我那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下一期的话，老师你就别客气，就每一次可能一半是那个乐理，例如说一半时间左右是弹琴吧，就是可能每个人给几分钟，因为我们这些人就天生懒惰，你知道吧？如果老师说要来听一下你复琴，上个星期弹的怎么样？好像你再忙再累吧，可能你也要练一练，练一练。嗯，因为要弹给老师听嘛，可能有点压力呢，否则呢，混了一个星期吧，又混了一星期，后来就发现想再拿起来都不行。没错，还是要严格一点。对，你可以严格一点。当你的态度本身是超级宽容的，但是因为我们脸皮再厚吧，也不好意思呀，这么欺负老师。所以可能。每个人给几分钟吧，你就，反正不会不要紧吧，你弹一遍，你这个星期要练什么，然后再弹一遍你上个星期的那首。是我们以前我们上几期有这样子。你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的，后来大家都听他讲的。后来看我们弹的太那什么，他老给我们面子，就没有接下去。挺好的。因为乐理也需要时间解释。对对对对。要是能够那个留一些时间。因为像分解我是到后来才稍稍的有点明白但他们其实他们就因为两个老师一起嘛，所以可能一个老师有五六个，另外一个老师五六个，就是这样的话时间是够。我不是老师，我是助教。不是，哎，但助教但是老师说是在助教有个优点，就很大的优点，因为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那个半路出身的，所以他那方法就很实用。就像他那个三指神功吧，我觉得后来我开始还说太难看了吧，我们女生也三指，然后呢，我
忘了。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如果像你要弹那个什么。那个 B flat 的要上去的，你就上不去了，那个第四度嘛，你就翘不上去。后来就发现三指就是最好用的呀，对，你直接一步到位，真的是那样。后来就发现其实真是最实用，因为我们都是弹三个音嘛，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最好控制就这个，不管你在上还是下。这三个手就都很好控制。班长很厉害，他这个还可以。我然后我最后一次才改的，我都改后悔了。我应该从第一首歌就开始练，是吧？真的。但是会不会一直这样的话就，别的就是分解就不用了？如果说，反正我觉得我们因为毕竟是半路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可能练到像你这种，毕竟是要很多年的积累才到那个。我们就把这个基本伴奏行，就是能搞通搞懂了。然后左手有几种方法，那就用你的手，他能喜欢的那几个方法，我们就学会那几个方法就够用了。像我刚才也用的最简单的就是八度，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要练那个就是得得得得，我来不及。而且呢，我发现有些歌其实不能用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我自己都会听的那个声音有点那个，自己跟着走。对对对。后来我发现弹这两首刚好都适合这个。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够了，因为要的是气氛啊，就是大家一起能唱。不过就是说刚好也那种。就可以。后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助教的方法也比较实际，所以你们俩搭配吧是天然好，刚好是一个就是那个绝对科班这种出来，就是他那个很标准的那些很专业的方法，刚好他的又是很实用，就一结合起来呢，就变成能理解我们也能够得着。那个光谢谢，我以后也，所以我还发现助教是很天才的，然后他的教的那些记忆方法呢，可能像我们这种人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我已经会了，本身就是他很，你是那种很直接就到那个地方，我们可能跟不上那个转那个地方，有些刚好呢，他一补充就。那个能理解了，挺好的。我没有收买你啊。对对对，他没收买我。是我后来越谈越发现，就是说，哎，有这个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们俩。是哦，感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那个感受，我以前以为就有主音会好听嘛，在左手在伴奏这样。那后来我就不太理解，我还问那个师母说啊，就伴奏啊，好像也没什么声音啊，是不是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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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 F。后来发现还真是，因为我们唱就是主音，然后那个弹呢就是说伴奏结合起来，就是刚刚好的配得很好。而且因为如果你要弹主音一首歌，你不花15个小时、20个小时连续的再弹，根本弹不出来。我们就填这么简单的就是伴奏，我都说要7-8个小时哎，真的，我昨天一天没干事儿。到了最后一分钟，我才勉强去把那个碗洗完，那个碗还分了3段，我都没洗完，每次弄不行，弹琴去，然后到最后实在都觉得11点多，这碗都放了2天还不洗，不行了，才去勉强把它扔到那个洗碗机。没人讲话。就这样的话，还觉得还没练够呢。所以如果说主音的话，对我们半路出家的人就根本不实际，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哎，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把伴奏学好就是最实际的，真是最好，很美。你们也说说感受吧。后来不讲课了，对不对？不讲课了。那么还有一个没教，上次没教的，最后一重复最后一句弹奏法吧。你教了，上次没来那个。教了哦，有些人。没他没来的话。有些人不在。最后重复最后一句弹奏法啊，第六题那个。什么6度？6度。你不讲啊？6度啊。他说有些人没来，你再讲。啊，那你要再讲一遍吗？我不讲，随便来，不讲不行。不讲就大家讲讲学习感受心得。我是蛮同意，就是说可能每一个礼拜至少 check 一下 everybody 的进度，我觉得那个倒是蛮重要的。我是因为一开始虽然我是 miss 掉第二堂课，不是那么严重，可是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讲，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点那个 overwhelming 这样子。对，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些 major minor 怎么弹怎么用哈，稍微让大家基础更那个好一点，我想就会比较好。不过是我自己，那个我只是从我一个以前就看不懂豆芽菜的，然后来这边那个学的那种观点来讲。后来发现原来不会豆芽菜也不是太大问题。对对对，如果伴奏的话，A B C D 就当然就是豆芽还是要，因为毕竟那个前奏还是
要用嘛，对，还是要用。我呢，我是看跟手跟脑子没有办法连在一起，就像我今天临时也一样，我说了话了我就忘了听了，然后我听了表示我，所以我就突然出来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但是效果蛮好的。我觉得很 overwhelmed， 所以照我来上这个课是到现在为止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课，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从第一天已经做到最后一天，因为我最关键的，我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学得很好，还学得很投入，可是我真的是最关键的那个几次，因为我不能，我连续三个礼拜完全都没有。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从那里头开始就失落，完全失落，而且我再怎么问。他们虽然你们都很热心的回答我，你们都很热心的帮我，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听，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刚好你不是下次要住家，然后再加上就是哦，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事情挤在一起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但是呢，我看到你们大家哇，真的又能弹又能唱了。然后哦，这个对我是很大的激励，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的这一堂课是从今天开始，我要有练习。好，没错，这三个的合一只能靠练。真的是，真的我很 impressed， OK， 我看到真的哇，看上去真的，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会的，会的。还有什么想法吗？我就觉得这个课吧，对我来说，我记得当时咱们刚开始那个开始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是脑子里特别的胀得特别厉害，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你知道吧？就是我自己要下来的话，因为我平时的那个已经非常满了那 schedule， 后来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我现在要键盘班，我说我好不容易我都要 give up， 如果你要看见我工作上要是 slip 的话，你要告诉我 right， 但是这我一定要弄下来，因为我就这么一刻的时间，就这四个月我全都在弄上，以后我可能不会再找到这样一个时间来，天时地利人和能让我在这儿这么着学这么长时间。后来我觉得我就这个就是这四个月里真的就是经常什么事情能就是不干的都不干。我原来本来想就说敬拜赞美我是不是能够也不干，后来看来也不行。也不行，就一直就这样弄上来。但是我就觉得这四个月真的是特别特别，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特别特别 worth it。 就是说我以前花了其实很多钱，我半个小时要付好像是45还是35磅了哈，但是每次一去以后吧，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半个小时，我觉得那种 continuity 就没有在那儿，每次到那儿又 reset， 重新来，我觉得就从来没有效果。后来我到这儿，我觉得到了这四个月就简直就把我多少年来的那些想要东学的东西全都给学下来了，我就觉得哇。佩服你，因为你那个 commitment，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师母祷告的说的那个祷告里面说的很好，你真的要把你的时间分轻重哪一个什么。我发现我就是这样，就是不知轻重，什么都那样，所以我后来啊不知道 overwhelm 变成只有压力，那就没有 commit 这个，所以 commit 下去是很重要。好多东西你要 give up。要哪一个知道哪一个是。对，就说他每次说的那些预习什么的吧，你就必须做。就没有办法，你就必须得做，硬着头皮都得做下来。对。然后后来就变成是压力了，你就更不能什么了。现在变得有一种惧怕，连甚至上到 keyboard 上面都是一个，其实这个真的不对的。所以这个 commitment 下，我非常佩服这个。所以你真的这个班长当的一级棒。你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感谢班长，感谢。就是大家要是有什么有什么感想，怎么 share 一下，怎么样不紧张，这是真是我太需要。其实我觉得我花的时间很多，但是每次在那上头那 performance， 真的我真的挺失望的。其实我就是总是弄不到我最好的效果，就是比较一般的效果我都弄出来。我觉得很好的，对，你已经弹得最好了。我可能那个就因为第一次，我觉得我挺紧张的，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但我第一次真的超级紧张，就好像因为其实我练了很多，好像我觉得我应该不出错了，但其实出错就是很常规的事情了。后来我这一次就说错是正常的，尽量练吧，反正错了就接着再弹，就反而放松了一点，可能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要求呗。
就好像你觉得错一点儿，你完美主义者嘛，那一点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就会反而影响那个发挥。我觉得第二首歌那唱起来也特别好，就是特别那个节奏感特好。对。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常常会比较顾及到怕周围的人看见我这个弹不好弹不好。你要是能够操练自己到一个程度，就是主啊，我来了。以前在第一期的里面有一个同工，大陆的同工，他就说，我特别想弹好，主啊，我现在又要来了，我现在又到琴上来了，我现在开始弹了啊，主啊，你每一个旋律你都跟着我。他后来把自己操练，就是说每一次在琴上，就是他自己跟神，外面发生什么事，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就他自己跟神。对，就是要到一个那样的境界，你可能你就释放了。这样子，你就在任何时候，你不管那个外面有多少人，你照弹你的。你可以做到这样，你可能就像我们这种人，就有点到这种情形，就我一坐下来。管你外面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在谈。是，你就伴奏，你不能不管别人，你管敬拜团。如果敬拜团早进来了，那你要跟着他走。啊，对了，那又是另外，那个是敬拜团队，对。我讲的是个人敬拜了。对，但是错没关系，我大概大半年前我的水准都是错的，有时候会弹错的，就是说弹错几个了。但最重要的错了之后，你知道马上再拿一个进切入。比如说你漏了几个音了，就是说你像他看到准备了切入，准备好切入就行了。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你不要一直错下去，你这样一错你可以停，然后看准哪一个准备好就切入。对，因为唱的人是照唱。对，他唱了，对啊，你就停。还是得多练。多练就是多练的，对。经常去弄就完了。对，多练以后就好了。我对呀，一定会有错两个。从经常有错，还一定会差弹错的时候，你听不出来。对，钢琴家就是最高级的。弹一首下来，你拿个框都能剪出一篮子错误。对啊。他还是会错，但是音乐本身又没有那么不是精准的东西，它是个感觉，所以其实有时候就过了。对、啊。尤其是伴奏，是吧？对对对。这么多人唱，就像你说，我没错嘛，其实你们唱的自己挺高兴的。其实那个错可能就过了，但熟练了以后肯定就没啥错了。对对。那师母您说的个人敬拜是什么意思？自己唱，从个人敬拜开始，自弹自唱。自弹自唱。在家赞美敬拜。对。常常边练习。那还是不一样，跟大家面前还是不一样。那就熟了。我今天在大家也不是一个熟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胆量的问题。绝对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敬拜赞美唱了很多年了，但是你看刚才你们在这儿，我在唱，我还是会紧张，我就特别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也是一种操练，是吧？是。经常把自己搁在大家面前，就是这么着自己唱。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比较要把这个关系，这个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你会很紧张，是因为你还是很 care 到你自己。对，是的。对，你要把这个就是跟神建立，就是主啊，我现在是为你唱。对。就跟神有一个好像女儿跟父亲的一个关系。对啊。然后你就常常看，你看我又弹错了，主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跟神去建立那一个特别的关系，这样子的话，操练起来会对你比较好。对，而且也比较容易会帮助你去克服那一个。那个好像错了总是会自责的那种情形。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种操练，也是一种操练。对，求神帮助你。对啊。啊，还有哪一位有什么想法呢？冬青要不要说两句？我这里就差一个。哎呀，千万别多讲，就是我从开始呢，我就畏惧这个事情。我心里呢总想，能有一些提高，就是说我以前也是参加这个敬拜这个小组嘛，我也是我现在也不认了，我想如果要说能够会就会太好了，会有帮助的，而且现在也有就是那个大高税的对。经其实呢，需要呢，要有一个人会这个 keyboard 的，肯定呢就会是这个小组的那个活动更好，气氛更好，气氛更好，更有趣的。然后你像我们上一次那个小组那个办公室的时候，那一个姐妹她自己又清唱了一段，我也挺感动的，也没有伴奏，什么都没有。她说，
你听这首很感动的一首诗歌，它的字。